再次投放，请民众尽快前往领取。等等，超多人的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不要在这里了，还是我们去别的地方？哪有别的地方？ 你怎么不帮那个阿伯啊？什么帮啊？我们自己都快救不了了。你们可以喝少一点，外面还有那么多人阿伯在那边，他都伸出手，你为什么不救他？阿伯伸出手，那我也跟你伸出，你要不要帮你那边给我？我们就一起喝一瓶嘛。我们有能力，我们可以自己再去找物资，你为什么不要给他？我们有能力，哼，他坐在那边没事干，就可以喝水，还会有物资，你为什么？你又知道，你什么都知道。 你干嘛要这么固执啊？我固执，我刚刚那边拼死拼活的，拿那个水，我在照顾你，我们不用过火、哦。变什么了？他妈在说什么了？我们不用过火是不是啊？你很有钱是不是啊？什么都有对不对？给水给他，给他。 干什么啊？拿去啊，拿去啊！阿贝，谢谢，谢谢。 编号330，为什么你要把你的水？